烧的严重，我们现在在实施灭火了。他船上应该没有人的吧？目前看起来没有人，没有了。了解，谢谢。那个这边过去那边拍，要清楚。发动了，关了，现在呢？两个台湾都关了吗？关了，关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就用抛，之前几番我们等一下用抛物打。我们强啊！整体现在在实施灭火。有人吗？没看到有人。要不要再靠近一点？要不要用成躺的，在他屁股？有了，本来就可以的。已经这样了，没有无线机。到这个网右已经到极限了，转不过去了，过不去了。可能泡沫一打下去，很快就泡沫了，就有差了啦。我看有时候没有泡沫。有了。谁知道谁要用这个？我也不希望用到啊。对。找那个开关，那个两个开关都要拆，还太多。一个只有一个而已，一个是两个，一个是亮，一个是泡沫，是吗？嗯，我两个都开呢，一号、二号。没关系，然后他一个棒浦也要开。嗯。然后你直接灌他，直线灌他就好了。对啊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往右了嘞？没关系啊，我就用。应该是到底的，有了，这个。刚刚就已经一直往右了，已经到底了。对啊，等到底了，到底了。来，现在发动号的火势逐渐变小，整体持续进行灭火，控制火势。
133台东支援持续进行灭火作业当中。有时候那个会发酵，就有时候是生物分解，它会发酵，就一直这样开哦、喔，开到没有完毕，4.5公里啊，我们的那么快就没有了，我们才200公升呢、欸，能比它是你的200倍，对、欸、啊，最少哎，赵、欸、总，最少我这边看好像只有剩下木头的在那个冒一点点烟呢、欸，要不要叫他直接开到渔会码头、啊？这个是花莲港务台的全责哦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没办法，可能要他也是他也是怕，他可能先到花东的话先停起来，先停在那边，如果确定没有烧的话，他们就会允许他拖进去了。先别的事啊，看后面，你就先用接物的、啊。来小心哦，那边右边有那个哦，小心船，真的是，超垃圾的，超垃圾。喂，现在已经差不多全超工了、啊。现在已经在船超波，在那个黄林光里，应该目前看起来正好不会沉，我们不敢再灌了。对，有机会沉，有机会沉。
到坐车里面了。我们跟那个两栋多点去拉安全锁，过来拉一拉，结束我们就走了。里面有点油。对啊，因为我看还在冒烟。然后我看港漂应该是没有情况的啊，我问一下。啊，动我动我动，要动这样。回答。我看这个样子应该拉安全锁，他在这里待一阵子啊。哦，没关系啊。跟队伍通报一下。